大众请起立，请合掌。礼佛三问讯，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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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
佛，南无阿弥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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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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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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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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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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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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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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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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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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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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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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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
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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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
陀佛，南无阿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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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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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
弥陀佛。南无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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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弥陀
佛，南无阿弥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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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
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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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
阿弥陀佛。南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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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
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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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
弥陀佛。南无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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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弥陀佛。大众请起立。请合掌。愿以此功德，平等施一切，同发菩提心，往生安乐国。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有一句话说，有缘啊，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就是说，有缘的话，千里之外的美国人、英国人啊，我们呢都有办法呢认识。但是如果说呢没有缘的话，对面的邻居是什么样的人啊，就完全呢都不知道。是不是各位？你们现在住在自己的住宅区，你们能够认识每一户人家吗？可能到了今天住了十年二十年啊，还是有些啊看都没有看过，对不对？是啊，但是你们看，你们呢就偏偏呢认识来自马来西亚的净本法师。上次呢我们这里呢还收到啊来自非洲的信，连非洲啊都有在收看呢我们这个网络平台。为什么呢？请问有逻辑的吗？因为按照逻辑来说啊，我们应该跟我们的邻居啊是比较亲近的，我们跟我们的邻居呢应该是比较熟悉的才是啊。但是你们看，你们呢就偏偏呢啊比较认识啊来自千里之外的我。你们可能连自己邻居的名啊都不知道，但是就是知道马来西亚有一位净本法师。所以各位啊，是没有什么呢世间逻辑的，就是因为呢有缘而异。相同的，为什么阿弥陀佛的佛光啊就是为了摄取我们念佛的人？为什么我们念佛的人啊就能够决定到十万亿佛国土之外的极乐世界？这难道是因为啊我们会修行吗？难道是因为我们已经开悟了吗？通通都不是的。上老大师说，是因为我们这些每天专念佛号的人啊跟阿弥陀佛结下来呀、啊、太深厚的缘了。你看上老大师说的，有亲缘，有近缘，有真上缘，然后又说有护念的缘、灭罪缘、摄身缘、正身缘，种种的。总之一句话，就是我们念佛人啊跟阿弥陀佛太有缘了。就是因为呢念南无阿弥陀佛，会跟阿弥陀佛结下这么多的缘，所以就注定阿弥陀佛的佛光啊会照顾我们，摄取不舍，
让我们呢能够得生呢到他的净土，让我们呢可以跟阿弥陀佛啊永远呢就不会分开。就好像说家庭里面啊能够成为呢这个一家人啊，其实讲白了都是因为有缘而已。各位，全世界80亿的人口，但是偏偏呢就是那几位成为我们的爸爸妈妈哥哥姐姐，那我们难道啊还能够说出什么道理吗？难道呢这是因为看能力看外貌看福报的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每个人生的孩子啊应该都是长得好看啊有能力啊都是健健康康的才是。但是这件事情啊就是不一定的。我们看有时候这个父母齁健康有能力，但是他生的孩子啊就是天生有残缺的。那就算是夫妻也好，你可以自己选自己的夫妻，但是呢有些呢就长得不怎么样，但是呢他还是有人要。在他的这个太太啊还是先生眼里啊，他就是最好看最顺眼的。那我们能够讲说什么道理吗？其实都是因为有缘而已，有缘就能够成事。所以有时候啊我们一听到别人说，哎呀你啊这个烦恼这么多，业障这么重，习气大没修行，你这样子的念佛人阿弥陀佛也要吗？是啊，这样子的人念佛阿弥陀佛也要。为什么？就是因为有缘。有一句话说的，情人眼中出西施啊，各位，就算一个人啊长得像这个丑八怪，但是在他的情人的眼里啊，他就好像一位啊美人西施一样。那讲的开玩笑一点齁，我们凡夫念佛人啊其实啊就是等于是阿弥陀佛的小情人。我们看佛说的，念佛众生摄取不舍，这个摄取不舍啊是比小情人还要亲啊。因为情人之间啊也不可能有什么摄取不舍的，还是会分开，但是念佛人就是永远被阿弥陀佛的摄取不舍。所以上老大师说，就是因为啊有这个缘，所以呢不管我们念佛人就是个人的修行的成绩单啊是如何的不及格也好，阿弥陀佛啊都会看我们非常的顺眼，阿弥陀佛呢都会照顾我们的。这就是弥陀化身善导大师净土之想啊，他跟一般人解释不同的地方。因为一般人啊往往呢都是解释说呢你要怎么样修行怎么样修行呢才可以，但是呢善导大师呢就不谈修行，只讲呢念佛人啊跟阿弥陀佛有缘。其实各位，我们凡夫啊不管怎么厉害修行，到头来啊还是凡夫一个而已。各位你承不承认？有些人不承认的，因为他觉得说他学佛以后啊他就是一尊菩萨了。但是各位，我想想看，请问啊我们现在有办法像这个菩萨一样舍身喂虎割肉喂鹰吗？就是呢你遇到啊这个动物肚子饿，我们把我们身上的肉一片一片的割下来呢喂老虎喂老鹰，请问我们能够行吗？这肯定是不行的啦。我们人有时候啊蚊子一多啊就开始呢要向这个政府呢投诉了，你看呢还要把这个窗啊关到紧紧的，就不让蚊子呢进来。这样啊其实你还讲什么菩萨道？就算喂蚊子你能够做得到了，但是要舍掉自己的命去做，我们凡夫还是做不到的。尤其现代的人他的心啊好像呢特别的脆弱，你不相信是吧？那你可以试试看啊，你骂他一两句话，甚至你讲他一两句话呢你就知道了。你当你讲他一两句话呢，你大概会听到呢这个唰玻璃心啊碎掉的声音。哎，你啊就是只会讲我的坏话，下次呢我不要再来了。所以各位，现在的人啊你不要说呢要他的命啊，单单呢讲一两句话他面子挂不住啊，你就保证啊现在是见不到人了。他可能啊会找理由说，哎呀我跟这里啊没有缘，佛啊是不度呢无缘之人的。你看呢、啊、明明是自己心量小，结果他还说佛不度无缘之人。这些例子啊还是千千万万例子当中的一两个。还有对家庭工作财产感情种种的，不难看出呢我们其实呢就是凡夫一个，哪里呢还能够谈什么修行的菩萨呢？尤其
到了几千年以后，佛法灭掉的时代，你看那个时候的人啊，基本上啊已经到了疯狂的程度，就乱打人杀人的。在那种情况，请问还能够讲什么修行吗？如果还讲修行的话呢，保证啊没有人呢可以被阿弥陀佛呢给渡到了。但是佛说的，就算你现在到了灭法时代，只要有人愿意念佛，他还是百分之百能够得度，一个念佛人啊都不会被漏掉。要问什么道理呢？很简单，就是因为念南无阿弥陀佛跟阿弥陀佛结下的缘啊太深厚了，所以不管什么样的情况，阿弥陀佛呢决定会救度的。不看个人的修行，就什么样的人念佛，什么时候念佛呢都是一样。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仰靠阿弥陀佛愿力，人人念佛，人人往生，人人成佛。善导大师所开创的净土宗，是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中影响最为广大、持久、深远的宗派，至今已如海纳百川，成为各宗共同的归宿。